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大爱人物志，我是阿明。今天的好朋友来自马来西亚，有谁？陈婉儿师姐，欢迎。大家好。感恩您，今天除了你来之外，还有你们家的师兄，身高180公分的慈诚师兄林永顺师兄，欢迎你。大家好。哇，夫妻一起做慈济，更感恩爱要传承，接引了你的小鸡萧林美师姐也来了，法清关怀，感恩。大家好。感恩。说到了这个唐朝诗人的一首诗啊，但他说啊，夕阳无限好，只是近黄昏。虽然如此说，但是只要有人接引阿公阿嬷，他还是可以让他的生命更美好。咱们的婉儿师姐就负责在做这个事情。这几年来，让许多的阿公阿嬷因为做环保，让生命更美好，对不对？对。不过啊，先生说，我的太太啊，本来就是一个家庭主妇，现在也是如此。她以前根本不敢一个人接触陌生人，也不敢一个人到咖啡店吃饭，对不对？说他胆小吗？是有一点胆小。但是他如何跟这一群陌生人的阿公阿嬷说慈济，邀他们一起来做志工呢？今天来看婉儿师姐在慈济学习成长的故事。有吃的、啊，吃的放在这个衣服上面呢。我先去摘安哥先。每逢星期二、三、四，陈婉儿就会开着房车，逐户去摘送没有交通的老菩萨去做环保。而刚才婉儿所提起的安哥，就是最近在咖啡室新招募到的环保志工。安哥早。早。来走、怎么样？我不用买东西去啊、哦。不用啦、啊，你来就好了。那时候他是在跟他的朋友正在喝茶聊天，然后我就想到、哦、反正他们都在这里喝茶聊天啊，肯定很有很多时间、哦、我就、走过去邀约他们一起、过来我们的补穷环保站这里做环保志工，然后他就被我的这个动作、哦、被吓到了。我说好了，你来载我了，我去试试看那是怎么样，可以做还是不可以做。74岁的杨定中阿公就是陈婉儿成功邀约到的第一位老菩萨。其实要在公共场所招募志工并非简单的事，但为了要找人到环保站做环保，陈婉儿除了要眼观八方，还要懂得察言观色。定中安哥他们的时候，我自己也是很怕的，因为我也怕他们会误会把我当作是骗子啊啊！可是又想到我们的补穷环保站、哦、很需要一些环保菩萨、环保志工、哦、然后又想到上人的法有愿就有力，然后我们就不管这么多，就做就对了。师姐早，早，大家早。这就是补种站野环保站，也是位于吉隆坡市中心不远，由当地市政府所提供地方给环保志工经营的其中一个站。补种站野环保站这里不只是资源多，老菩萨也很多。什么都不多了，就是老菩萨最多，大概平均啊，每天他们都有差不多10多到20位这样子的老菩萨来做环保，这里也是属于他们是其中另外一个小天地这样子咯。看到由当初的艺人发展至今，幕后的推手陈婉儿功不可没。伟伟问起感想时，除了开心还是开心。各位师姐，你们在这里做环保开不开心啊？做环保会好好紧紧好好，是多的人开把朋友姊妹，做得真欢喜啦！主要是欢喜啦，身体健康，啊，希望等下溜溜呢，来来来参加做环保。那些坏的习惯啊，统统戒掉了。像我们这样的年龄，还被人需要了，然后我们还可以为人付出，为人类付出了，就是人生最幸福的了。环保站成了退休人士以及乐龄人士的聚所之地，在这里大家不仅可以畅谈过去，还可以发挥晚年生命的价值。
二十多年前，正言上人鼓励大家用鼓掌的双手做环保之后啊，世界各地越来越多人用这双手来爱护地球。婉儿师姐就是其中一位，对不对？而且自己一个人做不够，一定要邀约更多人来做环保。是。现在大概有多少人跟着你一起做环保了？不同的站有不同的人啊，其中有一个 TK 3环保站是大概平均有15位。不是从一个人、两个人开始，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越来越多人做。是。而且听说你们两位负责开发新点，一个点成立了之后就传承给当地的人，然后另外去别的地方再开发。是。这几年来开发了几个点？4个。四个点啊，那你跟慈济的缘结得很深啊。嗯。听说是你们两个人短短几天的时间，连续接到3次有人跟你们说慈济啊。啊，对。第一次是您看佛书。啊，因果书，注印因果书。注印因果书，花钱去注印因果书。是。然后跟大家结缘。嗯。以前自己看吗？只负责输钱，出钱印就对了。对对。那怎么想心血来潮看一看？过后因为觉得好像不对嘛，等一下人家问回你的时候你不会答，哦、就抽出一本来读，读一下内容，就这么巧那一本就有介绍，慈济。他怎么介绍？他是说，如果要做一个善事的话，你再找这个团体，你把这个钱捐在这里，然后你是很放心，会到那个很需要的人的手上，那就是慈济，所以先从会员布施金钱开始。对，后来跟你们收功德款的人，听说登门拜访，不仅跟你们收善款，还送录音带跟你们结缘。是，听说录音带有一句话，让你觉得说光捐钱好像不够啊。哎，上人就有一段说到，不要以为自己捐钱，或者是全一家人捐钱就是够了。做善事就够了，是其实是不够的。然后就好像在讲中我自己。那怎么办？我们只有捐钱呢。对，就也拿给师兄听。听听看。然后他也是很有感触。然后我们就行动。怎么行动？第一步是做什么？就请他去带招朋友，因为他认识很多朋友。也来当会员，是当慈济的会员来捐钱，是。一开始很顺利吗？不顺利，就是朋友听到是做善事要用到很多钱嘛，每个就讲没有钱，没有钱。你没有打退堂鼓啊？没有。什么力量支持着你？就是上人很常都跟我们说，要有愿就有力，对的事做就对了，就这么单纯。是。对的事做就对了，所以百屈不挠，一个不行，两个不行，三个不行，四个不行，五个不行，总是能够找到人嘛。是 ，OK， 你有看到他的成长吗？有啊，这不敢一个人出门的人，怎么敢得变成这样子啊？就是他参加慈济过后就很就是有时常都去找一些陌生人啊，有遇到一些陌生人或者朋友，都跟他们讲来做慈济啊，做环保啊等等，所以有看到他的改变啊。以前他要出门都是要一定要我载他。一定要你载他啊！所以现在他出门就是会自己都很独立了，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有一些有一辆车，就是他那辆车就是后面可以载一些资源回收物，资源回收物。他通常都会有时候会叫我那辆车去做回收。就是一个女孩子，就这样驾着这么大辆的车。他。哦。哇。所以。找到了目标，千金万担都能挑嘞，对不对？不仅敢出门，不仅敢自己开车，还可以把你的车当菩萨车接引阿公阿嬷来做环保。OK， 不仅如此啊，他们两个走不高哦，天公出来，你跟囡仔嘛对出来走啊。是，阿哥有伊的家公家婆都把他带来了。连家公家婆，您的公公婆婆就是师兄的爸爸妈妈，也都接引进来做慈济啊。做环保了，做环保啊！所以当我知道他的家公家婆要来了，我就会很开心，又多了一个老菩萨过来。哇！所以一家人做环保，这个感觉真的是很和乐啊。是非常和乐，跟他们在一起真的也蛮开心的。
相信也有很多阿公阿嬷上了年纪的人，退休的人，因为做了环保，让他们真的不是在家火点习惯啊，坐在那边捣鼓啊，或是瞎聊天啊，打麻将啊。啊，是的，因为有些老菩萨他们以前在家里啊，都有一些比较不好的习惯哦。但是到了环保站后哦，然后我们啊玩儿世界，我们都有跟他讲上人的法，然后他们就会慢慢的改过了，然后到了环保站了、都会很开心，会很期待要来哦、变成他们生活中的另一个寄托啦，是就像我们年轻人要出门上班一样啊，虽然不用打卡，虽然没有钱可以领，但是做得更欢喜。因为很多人因为环保站这个因缘也变成我们的慈诚委员哦，请看下一段影片。你做工啊？今日做工咩？有上冇？我钟仔一只好近嘅，而家按我就再埋你啊！礼拜你联络阿思勇啊！我唔会成日喺屋企电视机啦，对电视机啦，唱歌啦，系咪？好似呢度都痴呆咗啊！所以揾嘢做，啲系全世界人噶，唔系净系我哋一个半个啊！我哋做咗呢个系咪？第一我哋救到地球，同埋我哋啊三亚人系咪？唔系讲净系我哋人类咯。滔滔不绝就是张妹的本色，也因为她这份乐于分享的精神，出席打太极的朋友都会留资源给她，因此一打完太极，张妹就会挨家挨户去收资源。阿英姐，我来载你嘅嗰啲咩啊？载你，你讲有咩旧衫啊咩啊？我每次有跟他们载的。哎呦，有时候我这边放里面放都满了啊，很多的，有收就很多呢。隔壁还有吗？两间还没有拿来。攞嚟，影埋你嘅相，快啲嚟。咁多啊？我以为你好少。多谢晒啊！哦，仲有啊？啊，仲有，快啲搬嚟。多多益善啊，少少唔亏啊。感恩。OK。我也是想到人少人哦，啊，是哦，这么多人呢，哇，这么多，哎呀，我还有很多还没有拿完呢，拿不完哦，星期四再来，看，如此积极的环保老菩萨，其实也曾在外徘徊了好几年，才走进来当环保志工。只是没有料想到，一做环保竟然可以改掉打麻将的陋习。没有办法，我那个时候我不懂，因为我一直没有地方去，一直要去打麻将啊，就是去打麻将，打到头痛胃痛啊，赢的又不敢饮酒，输的也是不敢饮酒嘛，好像那个抽白粉一样，你看有那个烟啊，你知道吗？除了张妹，还有今年64岁的林桂春老菩萨。5年前，因为老伴突然去世，导致生活顿时失去了方向，让痊愈已久的忧郁症再次复发。以前我要三把，你们带那个慈济三把，我就带我自己的三把，一把雨伞，然后风油，然后顺便带个妹妹，我妹妹啊，我一下车我头晕晕的哦，我一定要查风油的，因为我有那种精神紧张症，还有那个忧郁症啊。做了环保，时间过得很充实，没有时间去想这样多，没有去转牛角尖，讲只要这样，每天都讲，哎呀，礼拜星期三要煮什么啊？煮什么去环保站啊？星期五要煮什么啊？时间过得很充实啊。我觉得这个环保站哈，最窝心、最感动的哈，就是我们的桂春师姐他们的用心啊，就是他们一定会啊煮一些点心过来给我们吃，然后我们就从中哈，我们吃的人也很开心嘛，就会接引到更多的人过来这样子哦，啊，尤其是一些老菩萨，他们也是肚子会饿啊，他们就有一些东西可以吃这样子啊。罐也是可以回收啊，看这边有什么垃圾可以回收的，没有。
走出家门，也走出了忧郁。以前不敢出门的林桂春，却为了环保，天天承运捡资源，就连出门前必备的三宝也不用了。进来这个慈济真的是很开心，时间过得很充实。以前我从来没有这样快乐过，做工做工一直忙忙忙忙，现在是最开心的了。能够付出哈，是人生最幸福的了，最幸福的人生啊。真的是天下无难事，只怕有心人。阿公阿嬷还是可以让自己的生命的深度广度更加的无限宽广哦，包含中间第二刚才后面那位叫做桂春师姐哦，她也受证成我们的委员啊。是，她刚才说她出门要带三宝啊，要带雨伞，要带风油，要带她的妹妹一起出来，因为她常常会头晕晕倒，而且她还有忧郁症啊。是，做了环保之后不一样啊，好了，就身体越来越用啊呢。对。不敢相信哎，所以慈济创造奇迹，做环保，身体健康没烦恼。您跟你家师兄说实话，都很年轻，才40出头岁而已，孩子也都还在读书嘛。还在。老大多大？老大的15岁。那老二呢？12。两个儿子都还在就学嘞，原本健健康康、活活泼泼的大儿子，突然有一次半夜癫痫发作了。两个人吓了一跳啊！是，师兄开始质疑啊！啊，我这里认真做主者，干嘛他做无搞无？你囡仔哪会变这个代志啊？你曾经有起了怀疑心？有起了怀疑心。那时候那个事情发生了过后呢，就是我家人一定会知道嘛，一些亲朋戚友都会知道嘛。所以那时候也很多人给我很多意见哦，就是说问神啊，求神啊，或者是用各自的方法啦，或者是用传统的方法啦，西医啊、中医啊等等都有。所以那时候我就是说怎么办好啊，就是很难去做那个决定啊。那时候就想到说上人有讲过一句话，我记得很深刻哦。上人说，如果是生病呢，就是把我们的病交给医生就好。只是那时候我就听了，想到上人讲这句话，所以我就讲说好了，就把我孩子送去给西医。就是用最就是西医的方法来给我孩子做治疗，所以一句话让你安了心。对，要不然听说两位夫妻为了那个孩子啊，真的是一头乱啊。是，当初他们两位啊非常的焦虑，尤其是婉儿师姐啊，她是不能吃不能睡，然后我就瘦了一身的肉，真的。然后我去看她的时候，抱着她啊，非常的单薄，我自己的眼泪都掉下来了。原本个头就娇小了，为了儿子更消瘦了。是啊，哇，这个时候你一定觉得很无助，对不对？是。但是慈济人给你的力量啊。发心关怀。你看他们两个经过他们好像癫痫发作之后，从惊慌无措、小三朵吧，度过那个难关之后，现在还在。也就是因为这个法亲关怀啊，就让这师兄和师姐他们的心呢、定下来，然后也有了方向，也找对了医生，去治疗他这个孩子的病。所以现在一切逢凶化吉，因为一善就能够破千灾啦。不仅如此啊，两个孩子啊，这一次啊，还事先录了一段影片哦。要跟爸爸妈妈说，我们来看看喽，来。小时候爸爸刚进慈济的时候是很不喜欢的，因为时常去开会哦，又要去环保站那些，哇！因为小时候读的是下午班，不是早上班哦，一起来就这么空空的整个房间，啊，就很不喜欢了，就时常要求妈妈带我们去咯。但是现在会体谅到妈妈咯，让她去开会，我们就乖乖待在家读书这样咯。米娅，希望你在慈济能付出更多，能承担更多的岗位咯。然后，就是我会不会再像以前这样幼稚咯？但是在家里，希望还是可以跟你。包亲热，跟爹爹也是一样啊。妈咪，我希望你可以开开心心的做慈济，快快乐乐的做慈济，不用再关心我们，我们自己会打理好自己的生活。爹爹妈咪，我爱你们。婉儿师姐啊，
仿佛变成儿童了哈、哦，哭了，婉儿婉儿啊哈、哦。孩子的话其实句句都是真实语，从一开始不习惯，到现在他反而希望你们欢欢喜喜、快快乐乐的做啊、哦。有没有什么话要对他们说？我们也爱你。嗯，大爱小爱都要兼顾哦。师兄呢？你的泪水也在眼珠里面打滚啊！当然会感动嘛，看到孩子这么乖、嗯，因为我这两个小菩萨呢都很乖，嗯，嗯都是可以说是我们在就算是在我们家庭里面呢，或者是在我的置业，我说我跟我家师姐去开会什么的都、嗯，他们都很乖，嗯，他们都不会给我们任何的那种怎么讲不听话啊是什么等等的、嗯、都不会、嗯、都很乖，嗯，所以我就。很安慰啊，看他们。而且两个孩子也都很懂事啊，会把压岁钱、零用钱也会拿一部分出来护持慈济啊。是。你们怎么鼓励他，在他们在应该以读书为首要的状况之下，也不要忘了行善助人。你们怎么跟他说？就从小就有压岁钱嘛、嗯、啊。就已经养成这个习惯、嗯、就是啊拿来去布施、嗯、布施不是有钱人的专利，是对不对、哦、因为如果是通过我们自己给的、嗯、他们没有那个感受、嗯、啊是要用他们自己的钱，嗯，还是要自己亲身去付出才会有感受，对不对？是，因为能够进入能够深入才能够感受到做的欢喜，就像这次三位回来参加四合一干部精进营队啊，相信也是收获满满，相信也更是发心立愿啊。师兄有没有什么愿望需要大家一起来祝福的？就是说，我希望就是我们的社区嘛，哦，就是我们社区，我们更加这次我们来，这个营队呢，回去呢，我们整个社区会更加凝聚，更加凝聚，更加往我们就是要扩。更大的爱出去啊，对，就希望我们这次回去呢，就是要好好的努力。百万上人给我们的宴呢、啊，我们给我们的礼物就是百万好菩萨嘛。对，百万好菩萨，所以大家一起去努力。OK， 师姐呢？百万好菩萨，使命必达。使命必达哦。那林美师姐，啊，我们啊，就上了课后啊，有跟婉儿在谈哦，就回去的时候啊，我们会将这一次的那个主题啊，就是。法亲关怀啊，以及菩萨的建议这一方面呢、啊，我们会更加强的去做，而不是只有我们做，我们会更带动啊，环保站的菩萨来做。对对对，相信大家一定听闻更多的佛法，听闻更多师兄师姐的经验分享啊，回去之后一定能够用爱陪伴，用法度化，让更多的莲花在社区里面一一的诞生，好不好？好，祝你们哦，和乐。幸福美满健康，感恩哦，感恩，祝福你们哦，谢谢，感恩。